我们再看一个，5:59录制的一个梦。我看到那个天上啊，有个像如来佛样子的在敲敲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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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敲的时候，随着敲的鼓的声音呢，就像那个燕子一样的那个，我们小时候不是喜欢做那个纸做的那个像飞鸟一样的东西，或者像箭一样的，反正那个纸的一扔。粘结好了，一飞出去啊，像天子鹤，也反正像鸟的形状啊，哎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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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正在敲的时候啊，正在敲的时候，就是那个信息从如来佛，反正那个模样像如来佛啊，反正那敲鼓的时候就进行在那边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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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敲的时候就像一个那个。纸的啊，那个鸟的形状的，应该叫捷报，或者通知这一类的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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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它喊的要变天了啊，要变天了啊，变天了，啊，要变天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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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以后啊，真的人民要当家作主了啊，真的要人民当家作主了啊，我们用不着这要抬的那些。我们用不着用轿子啊抬那些官员了啊，我们用不着用那个轿子啊抬那些官员了啊。将来谁要当官的话，首先要自己会走路啊，首先要自己会走路，而且走路的能力要比人家强啊，自己能走路，而且要比人家强啊，这样才有可能当得上官啊。如果自己还不会走路，没有比人家强的话，那不可能再当得上官的啊！就这样啊，信息也就这样传过来了啊，传过来了啊，要当官就这样啊，要当官的话，一定要自己比别人强啊，不可能比自己弱的，要老百姓抬着他们啊，老百姓抬着他们，因为原来是抢劫来的啊，那些权力地位啊，金钱都抢来了啊，现在老千出手了，老千出手了啊，把他们，抖下来了啊，在高处抖下来了啊，在高处抖下来了啊，抖下来了一个，未来要靠自己能力啊，都是要靠自己能力，然后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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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在敲鼓，一直在敲鼓敲鼓，安民告示，安民告示，安民告示啊！安民告示啊！变天了啊！安民告示变天了啊！变天了，变天了啊！重新来了啊！变天了啊！安民告示变天了啊！安民告示变天了啊！变天了，安民告示变天了啊！以后你们用不着抬那些皇帝了，也用不着抬那些官员了，用不着抬皇帝，用不着抬官员了啊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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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啊！发到每个人手上啊，那个信息发到每个人手上，发到每个人手上，发到每个人手上啊，发到每个手上哦，对呀，前阵子我们说那个天庭里面敲鼓啊，敲的，首先要那把那个300老汉那些啊打回坟墓，也就是说那是脆骨手在地面上的脆骨手，先把那些脆骨手给打掉啊，脆骨手给打掉一个，然后正式的信息过来了啊，不然的话，那些，那脆骨手一直给我们提供假消息啊，一直提供假消息，现在真消息过来了啊，真消息过来了啊，真消息过来了啊，安民告示啊，安民告示，以后不用抬那些官员了，也不用抬皇帝了啊，不用抬皇帝了，首先不用抬皇帝了，后面不用抬那些官员了啊，都是自力更生了啊，人人平等了啊，谁想当官，要靠自己的，实力啊。要比人家走的更多的路，那么你可以当官，当官是来管理人家，你有这个能力，不是人家要抬你，以前都是要靠人家抬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变天了啊，确实变天了啊，看到了啊，好，再见，哎，再见，哎，再见。